是我第一天开始我的导师的工作，去好声音去见我的这群学员们。我已经做了很多功课，而且看了很好多遍，也听了很多次他们的声音，我对他们很了解。可是他们应该是完全不知道我未来，很期待看到他们。我对所有的学员都有想法，很清楚要怎么做，编曲唱什么样的歌曲，怎么去唱一首歌曲。可是最重要就是他们舒服，想让他们的想法先告诉我，然后我再去做他们希望做出的，然后把他们最好的一面带出来。不可以就是一个导师强迫你的想法放这个学员，这是我的原则。好，走吧，去见他们咯。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这一直都在看的节目，我也很开心呢，可以做到你们的导师。希望你们也可以接受我做你们的导师，你们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必须要选一些歌曲的，是展现你的优势和优点的，永远记得这个。选你唱的舒服，把你的特色唱出来，不管怎么样。好。给他取个小名，小李见我就是豪豪，然后呢，豪豪就是自豪的、富豪的，豪豪，我叫你豪豪，你真的表现得好好。飞哥，没问题，他像飞哥，他的头发飞起来，凯琳，然后呢，就是等一下，泽鹏，鹏鹏，任星，我叫他星星好了。特别美，哎，真的看到本人呢，这些名字就变得不陌生了，名字就对上号了。在三二一，那我都已经给你的曲子想好了，怎么我是这么聪明？对，你猜呢？好好，哎，这是真的是吗？加油！我一直都在。好。
我支持你 ，Love you。好，回去练，赶快回去练，好转音，行吗？加油！谢谢，拜。我唯一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歌，再把它有那个 rock 的成分重一点点，好不好？老师，就辛苦你了。我知道这个很感人，最后一秒，因为他两次。他上一次已经唱了英文，如果他再唱一次英文歌的话呢，觉得对他是有伤害的，就是有危险。啊！准备好了吗？好了。Okay. 就是待会儿的，就是那歌词，歌词要背得很熟，就是每一个歌词，你每一句话都知道，在心里面，从心里面去唱啊、哦。好了，现在啊、哦，你坐这里，我坐你旁边，因为你要弄啊。听到我吗？听得到。OK， 这首歌因为是你写的，所以你最了解这首歌的表现。你这个歌词其实是针对一个人吗？还是家人？对，亲情。亲情。Ready？ 听地铁的喧嚣，人潮的起落，晚来的风容易让我不知所措。然后就是一个转调。我想问你，不是做可以再高吗？不是做错，可以吗？可以，试试看。晚来的风容易让我不知所措，不要往下，不知所措，可不可以错？就是错，往上，不要，千万不要掉下来， okay. 不知所措。OK， 错，那你就一直拖着给你错一个漂亮的一个尾音也行， okay. 千万不要掉下来。好，请再试一次。我怕会都是因为那个不好发音，你就尽量松一点，收进去。OK， 那你教我这句怎么唱？我怕会都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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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Keep it short， 就是我把回都是，这我把回，重点在回、okay. 我把回都是。你完全整个人，你现在还是 hold 的太完美了，你完全给我就是那个痛。明白。我把回都是，你也不在。都可以，明白。你反正那个音你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反正意思就是那个我怕回都是，对，所以你给我这个情绪，你要人家感受到我怕我回头的时候你已经不在，让我感觉到这个，好不好？好，再来。时间怎样才能再走慢一点？我怕回头是你不在。Yes， 完美。那个火的，你就可以让它再长一点，然后火带一点点那个气声，哇，美呆了。试试看。我永远记得你是那盏灯火。Oh my god， 完美，记不记得这样唱？记得。再一次给我，我要你巩固。给我三次同样的人 ，OK， 好，再来，你的 control 控制的非常好，所以我在鸡蛋里面挑毛病而已，就是我要人家听到你是，完全是让听到这首歌他们都跪了 ，OK 吗？我刚刚一些建议、okay. 你可以接受吗？完全可以，唱的非常好，真的非常好，然后就是把它记得什么时候换音。然后足够的，因为呢，有那些像颤音嘛，那种有颤音，对，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气，就变成这个歌有 dynamics， 它是有大有小，棒棒棒棒棒棒棒，对不对？有一点点，但是还好。好，那从现在这一秒不讲话，喝温水，不能喝冷水，不能喝这是温水啦，不行，你必须要喝温水。从今天开始，你要只能喝温水，好不好？
我刚刚就是真的想就是完整的听你唱一遍。嗯，现在呢，那我的工作呢，就是我会开始听，然后呢，我就画出了哪一些地方，我觉得可以再更好，然后我们再试一次，然后哪里我觉得不对的时候，我可能会马上就停下来。OK OK OK， That's it， That's right。嗯，好了，嗯，也是看不见，在他的胜利，就是给我那个最后那个字。看不见，带着人生里，有点懒懒的，可是给我一个 attitude， 态度，试试看。再一次，见叫重哦，也是看不见，带着人生里，见不能弱下去哦。现在还是就是很乖，太乖了。对 ，Kelly 很乖，我感觉到你很乖，非常乖，乖是好事。啊，我们在现在是一个比赛了，嗯，对吧？而且现在我也希望这首歌的下载率也高，嗯，就是这个你对他有一种暧昧，所以呢你必须带一点调皮吧。你现在在说他是个小偷啊，他把你的心偷走了，那你要给这个啊，哦，你觉得你好皮哦，你好坏哦，你把我的心偷走了，你讨厌。对，你把这个，你把这个调皮唱出来给我。好好好，每一个尾音你可以的，嗯，Kelly 你可以的，我可以的。终止午夜，还没刚消遣，却没快乐一点。Go for it， 跟着那音乐，整个身体进去，整个身体都 groove 进去 ，OK？OK OK, OK。Feel the music， 感觉那个音乐在这儿，好听，非常好听 ，Kelly， 让我都太兴奋了。刚刚衣服外套脱了，人家让我上身也要脱了，太好听了，来 ，Let's go，Let's go，Let's go。刚刚那个我的不好，没点没进去，慢慢来。我的，嗯，我的，那你要把你写出来的心态演出来呀，演出来，不要把它藏在里面。我知道 Kelly 里面是个性感小野猫。喵喵喵，把它演出来啊，哦。OK。你喜欢吗？喜欢。现在呢，性感小野猫出来了。嗯。现在呢，要有一点 control， 因为有很多的，你有很多的漂亮的转音。嗯。那可是有点转多了，哎，下一句是赶不上，我们就变成有一些地方要简化。啊，谢谢老师，辛苦了。天哪，你最辛苦。我觉得我录了个单曲的感觉。对呀，啊，我就觉得每一次你就把它当成就是一首歌，是这首歌是变成会红的歌，是大家会循环，是你下回去听了。嗯，现在给你请他剪一个，给你一个完整版，嗯，回去听，你说不定你会觉得，嗯，我不喜欢这个转音，嗯，你再换一个。嗯，因为 R&B 节奏蓝调的东西呢，是从你的学艺，你的音符就是你的身体里面，嗯，不是别人教的，不能教的，这些是你自己吸收进去的，嗯，所以这样唱的是最自然的，嗯，变成这个歌的一部分，嗯，可以吗？可以。你接不接受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接受了。我都写到纸上，舒不舒服？真的吗？好幸福。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去强迫你去唱一些很不舒服的东西，嗯，因为唱出来是假的，嗯，是没有说服力的，嗯。必须是来自于你自己心里面。那刚刚给你那些是建议，嗯，你回去听。谢谢可可老师，我太喜欢了这个工作，太适合我了，怎么办？我以后不做歌手，我做老师。在北疆不怕。我刚刚听到，其实我可以给你98分了，98分了，我说收工了呀，对，我没工作做了今天，给我做点事儿好吧，好吧，好好做点事儿，湖面就是这里 ，OK， 湖面
什么的蝴蝶，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就是给我那个空位啊，所以不要断掉，嗯，所以就变成不是所有都是规规矩矩的。对对，然后呢，你那个 timing， 因为是你自己弹的，所以你可以慢慢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对对对对，所以你那个尾音就是你回去练，刚刚那个是完美的，嗯，如果你那个是最舒服，就是那个，然后记得全部安静，没有任何乐器，就是听的，就是刚刚你所做的就是对了，好美，非常非常美。如果你可以再拖长，更厉害，应该是可以拖长，可以拖长。你想再试一个吗？试一下嘛，啊，再试一个，再长一点点的。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化的脚步，让我们能接受不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有这样子，就非常非常的走心，非常非常非常浪漫。你喜欢这样子吗？非常喜欢。OK， 好，你可以接受这个想法吗？我觉得酷酷老师非常懂我。OK， 真的。好，那太好了。你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些东西是，你自己唱的舒服。那你真的收工了？真的？没有，还有一句，还有一句，等一下啊。两个人。好，傻。太准确了，等半个拍，所以爱恋什么的忽略，这样子，嗯，试试看，亲，慢慢收，就是那个音是从这里转到这里。转到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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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种感觉，就好像电影院那个声音是有那种环绕的，你把它变成是有那种感觉就对了。哎呦，谢谢酷酷姐，也练太多哦，因为还是在广场的。好，我自己有把握。好的，来老板，来谢谢。好，你好，开心吗？我刚刚有听到你一直练歌。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想换一下。OK， 你想换哪首？是他试试看，嗯，有没有音乐？有，他们都 OK 了嘛，对不对？嗯，他们 OK 就行了。嗯，我听听看啊。爱多好像还没有 waiting， I'll be waiting， I'll be， 可以， okay. 就是 wait， 是这样，所以我的身体是这样子。Waiting， 试看。I'll be waiting， 对，爱的好像。Good。I won't love you， 那个 love you 是直接用全身的力量。I won't love you， 那个尾音 end 的时候呢，不要一个颤音，就是再唱一次。Baby， 说爱上。没有，你让他拖，因为这是 music break 嘛，我记得，嗯，对不对？嗯，慢慢来，还可以再高吗？啊，行吗？试试看。百变求爱笑，对，就这样子，其他我完全没有意见，全部都是对的。然后你就把那个巩固了。这个歌就，你就赢了。好，你至少赢了我的心了。对，可是是凶的，是他不配的那种态度，说是他不配，是他不配，走了，可以吗？可，对，就是这样子。不录最后一句就很可以了。好。对。爱的好像，我是给不起，是他不配。我想哭了，太棒了！我想哭了，做到了，做到了。
行吧。然后最我们你在彩排的时候我在好，然后再看你肢体语言跟那个对肯定行的了。跟中心思想奋斗，对，不认命，死都不认命。谁说你倒了不能起来，你就是不相信，你就是那个能站起来的人。所以你给我这种，不要给我漂亮的音。OK， 有一些可以，把这个是说人奋斗的一面，人生是辛苦的，加油来！我想着你唱三次，三个我不相信， okay. 可是不同音的。对，就一直往上走嘛，对吧？不同情绪，不用高音，不用往上，我觉得不要高音，就是让人家，而且有点颓废，有点是那种浪子，你是浪子。不相信。从头来一个，好，我差点说脏话了呀。然后呢，中间不是有一个很柔吗？突然间很安静，很柔吗？啊，对，是那个。那个东西我会加的，会加，因为我说没有道理的，突然间把那个调那么低。当这个完整的编曲做出来了，你可能再调整一下唱腔。然后你后面呢，你有一个音，你特别去把它加了，变高了嘛，对不对？如果你真的不稳，因为两次都不是百分之一百，我不可以给你一百分在那个。我们每一次彩排的时候，那一句都不行，唱回原本的。OK， 没问题。我们换另外一个音，可能是最后那个音，我们往上钻几个，没关系的。然后呢，就搞定了。这个就是这样唱的了。Okay. 你唱的非常好了，收工。收工下班。下班，收工，太棒了！来来来来来。哎呀。很棒，真的很棒，这首歌很难，非常难唱。我们在那个编曲上，我给你就是，第一次副歌呢会有一个，加油，加油，一定行，你行的。好的，拜拜，拜拜，拜拜。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做教老师，音乐老师，教人家怎么唱歌。我整个过程非常享受，然后听到他们唱出来，然后那个效果是真的是我想象中这个歌应该是这样唱的时候呢，真的整个人是兴奋的跳起来了。一首歌就是要靠这个歌手的声音去把这个故事跟这个情感唱出来。刚好今天呢有好几首呢都是很有故事的，而且是很有力量的歌曲，所以呢他写的那些字眼啊，那些歌词必须要唱得清清楚楚，让人家知道他在唱什么。所以呢，刚刚教的，哇，我是整个人都其实是用喊的，用喊的，要这样子，这样子唱，这样子，对不对？就是很激动，非常激动。我觉得我很享受，全面去投入，而且听到了他们唱出来的效果。是真的，他们唱得非常好。最重要就是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怎么去展现自己的最优的一面，那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责任去把它抓出来。那所以刚刚今天做了很多的功课，看我喉咙，我也喉咙也沙了。他们唱我也跟着唱，他们尖叫我也跟着尖叫，把他们所有的感受我全部都感受到。我希望他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我相信他们会得到很好的成绩。就怕我那一天我嗓音都没了，值得。就算我真的是失去我的声音，因为就是教他们很用力去教，然后唱，我不管，我觉得我必须是全部把我所有的一切，我的心血毫无保留的交给他们。所以失声音就失声音了，不管了，就希望他们唱得好，然后。每一个人都得到好成绩就可以了，我就满足了，我就可以了，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得到。